杰哥压力太大了，对面是重量级选手。哇，杰哥可以啊，杰哥牛逼啊！兵哥你可以。对。来，自己组的加油一下吧！加油！杰哥对阵重量级选手，不再怕的。 角度，来预备，预备，你们不前进，你们那个恐惧感啊，你们来放个香蕉，小白条，后面小白条，你看，看看会不会秒杀，开始，哎呀，来，快点，兄弟们。
一对五对，一对五对，好，一四一四，快点就知道哈，一对四对，来吧。好，我是想告诉他，玩游戏靠的不是实力。OK， 好的，你有什么想告诉他？哦，我低调低调低调，好，低调低调低调，好，低调低调，往后靠一点。来来来，手都放下，放大点，放大点，真的，放大点，放大点。天嘛，去聊会儿天。我本来就不是，我他妈直男，你叫我聊聊纯是聊。哎，让小小你要去跟别人聊会儿天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想办法把这个杯子怎么样呢？翻过来。讲道理，说实话，如果是我在这播户外，我肯定就一圈妹子都全部都认识了，那他们就喜欢这个。你就可以把杯子放到。对，说实话，他旁边这个不过分。然后呢？就换下一个人接。如果我的速度快。我是不是抵抗区？我直男来的，我也不喜欢搞这种三点小心，我不喜欢搞这种。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我再讲一遍，懂的我就讲，不懂的哎哎，熊猫，速度快点。他们要我一直找妹妹聊天。对对对，这个我是维持的，是最舒服的。哇，美颜下面好美，哇塞！为什么一定要加一句美颜？哦，脸红红了已经。为什么一定要加一句美颜下面？哦，这样脸已经红红了，没关系哦。没有那个，我没有开。明白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解释来，没开的，磨皮，没开。我可以证实，就是他心底下长相就是一模一样，跟这里。对，不会说话，是每一个都是好看的。他们说你是他的，像长得像他妈。啥意思啊？来，先别急，他们说的。这样子，待会一到四个人先出场比赛。哎，新来，一到四个人。干嘛？先回去讨论啊。那个杯子是放的，来，然后呢，请派人出来，给我两分钟讨论一下吗？然后一个人把一个杯子，一到四队，第二队，第一队，放一个杯子，一队选手就这张桌子啊，来，一到四队，明白吧？就是杯子一开始是来，给你们三分钟讨论一下，然后再出啊，你们争取时间。第一队是谁？你们第几队？
你们第几队？第一队，第一队，第一队。第一队用这张桌子去练习。第一队用这张桌子。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就把这个杯子立起来，立到这里。来，第二队举手，第二队。只要是立。第二队举手。然后就到了。第二队跟第一队比赛，一分二比。哎，我想问个问题，我想问个问题，教练，一分二比。来，三队举手，三队。在玩游戏，你爸。三队在这里，三根树在这里。一个队还小心的手机吗？是吗？来，三根树在这一波比，三根树。三队，四队，五队，六队举手，五队，六队，你们第几队？六队。你第几队？七队。来，三。在隔壁，五六在这里，五六七八举手，七队八队，七队八队在这里，好吧？给你们练习时间是三分钟，好吧？练习三分钟。做黑衣服的不是死亡别晃。那个教练 ，OK， 缺一个颜色，缺一个。不晃，不晃，不晃，不晃。OK， 每一个颜色放五个杯子啊，每一个颜色放五个杯子。来，练习时间还有三分钟。太他妈翻滚了！快走了。哎，你说。哎呀，找到感觉了。配了一份呢。一个队伍五个人参加，一个队伍五个人参加，好不好？啊？一个队伍五个人参加。那个每一桌请派一个教练当裁判啊，每一桌派一个教练当裁判啊。就他俩就一起呗，明白？我就看一下。OK， 可以。换，只要立的就踢。这个能换的吗？循环度了。循环度了。哎，算了。这样，一个人负责，哎，一个人站住，一个人站点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负责帮他摆。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。现在都是练习，现在都是练习嘛，现在都是练习。你们想看黑衣服的妹妹吗？总共有四个啊，检查一下你们颜色。最原先那个，最原先那个。每一桌的颜色杯子是四个杯子啊。刘哥要看，他要看。对啊。小米，哎，小米粥去哪了？只要前三个就行。小米粥消失了。这个把这里划一下就可以了。来吧。两桶就两桶，刚才我就是会砍过来，我真的太大了，等会儿小难呀，那还是我有经验，还没开始呢。黑色黑衣服妹妹，在这边。不在这里了，没坐在这里。运气游戏，随便上上谁？干嘛呀？开始啊！去啊！你跟我去吧。不是你去啊。
我们都陪你过来了，你好恶心。有个妹子坐在那里，你真的好恶心。一个人你可以去。啊 ，OK。对，就在那里。啊，这样我先帮你交流和沟通，好吧？干嘛呀？我先帮你搞交流。可以是吧 ？OK， 这是主播小金，快点过来给你打一个招呼。来，你坐在这里啊。你这样子过来也打招呼吗？说了。你要打招呼就好。OK， 人家你拍吧，我。来，可以拍。所有的选手把杯子放桌上。来，所有的选手到我前面集合，来，各位，各位，这边集合，各位。所有的选手在我这边集合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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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这里，这里，面对我啊！没，就拍下 B 直线，好吧？五个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接力赛啊！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们四五来三来三，拍成一直线。陈星仔真的很他妈网。一组选手，陈星仔他妈烂仔很网。来，一组啊！怂的一批。来，二组选手，二组，二组啊！一个个，三，三四怂五五来五组怂，五组选手。来，我这里，下一步来你，七八八组选手，你还这么直接五个人，太晚了，太晚了。对，什么胆小好胜？你不能直接走，你至少跟别人聊一会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又没有那个感觉，你至少跟别人聊几句，你不能直接走，你知道吗？直接走太晚了，这样我那 OK。如果说我刚才是我说第一位举手，第一位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，来。来，但你不能，你不能再去找，就是找这个女生的，这样就会不找，我找其他女生。对，来，你走，来，不，你要找到我，哎，你看你也一样，我要确认我 OK 的呀，我要确认我 OK 的呀。你 OK 什么？你找那个，你找那个，我注意啊，哪个？你找哪？哦，走啊，截图，你先去聊好，你先去聊好，你先去聊好 ，I show you。好了，收好，把杯子放到你所想到的那个点。只要三个颜色呈现，你们那一组就获胜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明白了吗？好，第二个，如果你那边一直谈了半天还是翻不过来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回去再换下一个，可能你们运气不太好，明白吗？你先自己去效果。OK， 好，来准备。求意见可以拍他吗？然后说我想跟他聊天，你这样去聊好，我就去跟别人聊天，好吧？快快快！什么？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一个人只能放一个，你就得换下一个。你说，走，来，来，我跟着你，来，好。啊，不，啊，哈哈，一个人只能放一个，你来。我就在这里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去啊！你来，他们要那个。OK， 一个人只能放一个杯子，好。好，还有两个点我的。去啊！一个人只能放一个杯子，就换下一个了，明白哈？哎呀，我找不到他了。就回来说，要跟下一个第一块，下一个人才能出发 ，OK 吗？OK， 来。他说我胆小好色，其实他们要弄比赛，明白吗？什么？他们要比赛了，啊，要比赛了是吧 ？OK， 那个。的比赛完好吧？啊，一直到哎，我不怂的好吧？我没有那种感觉，胆小好色，我又不是他妈的，是这个女生吗？在干嘛？是这个吗？哎，有了！我操，牛逼！好猛啊！荔枝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了，他比完了，还有吗？荔枝不错，他还有。他来了，不是他，我知道，对，不是荔枝，在那里，不是荔枝，纹身那个嘛，夏天，那个叫什么？夏天是吧？啊，跳，再蹦蹦跳那个是吧？啊 ，OK， 等下我帮你，好吧，做胸。没有，我只是做兄弟在心中，我帮你，也不是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是我秀给你看，我帮你，不是你帮我，是我秀给你看。OK， 我帮你。等一下，那个纹身妹妹在那个，看到吗？不是你帮我，是我秀给你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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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是吧？不要动啊！对对对，肖老师就无敌，老流氓了，秀一下好吧？但是有一说一，好，输的队伍输的就退回去，赢的留下来；输的队伍退回去，赢的留下来。输的队伍退回去，赢的留下来。我玩你妈呢！我以为他妈给你们看一下好吗？装逼呢，搁这！我你妈！我是不想有别的，就是七七八八的那种，知道吧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哎，你们看呢？你们看，等他比完，他没在比是吧？哦，这样子比是吧？好，大田是吧？来，赢的留下来，输的回去。赢的我怂是吧？你示范一下给我看。我 OK， 我跟他打招呼，我说 OK 没关系。赢的队伍留下来，输的回去啊。那你别走啊。你来啊。找不到。这个。这样。干嘛？我为了他妈的全程秀在你脸上，我来，连他妈前奏都我去，我连他妈前面都我去，连他妈前面都我去，我去给你打一套 combo 整体流水线。你现在在把我臭弟弟，你现在把我做死，臭弟弟，他现在把我做死，怂逼了，不，我接受不了。我真接受，弟，我接受不了。我可以接受一半手，但是我不能接受全手。可以，再拿着，你拿着呀，你把杆子也让我拿。哎，小心看一下，大连长。哎，别人在玩游戏，他玩啥呀？你玩完了吗？玩完了吗？你玩完是吧？过来一下。我玩你没关系的。OK， 没有，来，让老师说一下。没有，他是直播间的观众，他们之前不是我们来找过你一次吗？然后就想一直想来想让我们来采访你一下，但他比较不好意思，所以就我来好吗？不空，对，你现在有空吗？你们现在有空吗？有空你们比完了吗？好，比完那我们去那边吧。应该还有。那就等你一下好吗？好。拿着，开始啊！别人还在玩呀。打比完啊！没完，别人还在玩呀！你妈陈一在，他妈别人还在玩就去，弄得巨尴尬。渣男。哎，这。好嘞，准备。来，二分四五分，请预备，都四个队员的嘛，来，赢的两组在这里，输的两组在这里，好吧，我们分一二三四的嘛。妈呀！来，输的两组在这边，赢的两组是谁？你哪里？四组，四跟五，啊，学校是不是？输的两组是哪两组？二跟七在这边，二跟七。二跟七啊，他去厕所去了，去抽华子去了。对，一二三四零，对，一二三四零啊。可能是哦，我不知道，他说的。有没有人？没有人的话就还有人呢。来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啊，二跟七啊，来。哪里？来，我们分一二三四零啊，一二三四零。粉丝来我直播间的，你快点跟他们安慰一下他们，快点。怎么了？快。好，来准备。他在借鸡料没？哎，我有这么烂的唱功吗？还那个啥？挺好的。我在夸你，欣赏这个接这个。不是，确实好多人刷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不可以搞黄色哦。你们不要在别人的直播间刷屏，听到了吗？可以搞黄色哦。不要在别人的直播间。你们有微信吗？加一下呗。哎。哎。
没必要，可以加但没必要。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你应该借机加一下啊。可以加但。放中放放完了。怎样？哎，我帮你，我在帮他，兄弟们，我在帮他。我直播间的水友不要在别人的直播间刷屏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们这边疯狂刷勺子，我喜欢。对，每一个女生，我只要一照，全部都是勺子勺子。那他们都怂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是不是其实可以？小心直播间的观众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的电子烟抽了不给我拿回来。大家不要在直播间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不要在别人的直播间刷屏啊！谢谢大家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没有在直播了，我今天白天播太久了，所以我晚上就不播了。来，我给你吧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冠阳区已经分出。